镜、平静设备好。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湖南卫视新闻综合广播节目《湖湖城》。今天是好星期四，主播曹青带您今天一起来关注省州安排：青海省一月至四月1100万。23届黄河赛七号在西宁市开幕。国内赛事，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2020高考十问十答。最后的节目发声，请您收听《明日报》三省三分五党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西海都市报消息。日前，我省发布一月至四月全省旅游业主要数据，接待游客人数1100.04万人次，累计增速27.3%，旅游总收入9.9亿元，累计增速26%。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季节特点的冬春季文化旅游体育产品。省文化和旅游组织对外开展文化革命演出、群众文化活动、非遗体验展示、文旅惠民消费、冬雪双雪旅游、文博展览展出、国际国内互动等11大板块，100余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拉动了全省冬春季文化旅游体育市场消费。据了解，今年3月起，全省各大景区